栗子小伙伴，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台中花坛节。每次到这个节日的时候，就会有很多人上山去赏花。那所以今天的话，我就是要带着我的相机，跟大家一起去拍一下花坛节喽。还有一个是我最近收到的耳机，这个超可爱的，这是发。发发发的耳机，它这个耳机的话是重量蛮轻的，随身携带很方便。另外的话会带这颗镜头，这个是18-300腾龙的啊，这个拍如果拍树上的花鸟啊什么都还蛮方便的，我就带这颗镜头去拍。